随着中秋佳节将至，各地的月饼市场也在逐渐升温。除了保证口味，捍卫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，更是重中之重。在浙江杭州一家食品制造公司的车间里，执法人员正在对车间与工作人员的消毒清洁情况进行全面检测。以后这个桶你换成脚踩的带盖子的，不能这样直接敞开。好的。下一次。你们这种纸包装箱在外面拆掉了啊，说内包装再进这个生产车间啊，防止这个纸包装箱上万一有什么小的砂石啊带进来。市场监管人员来到浙江嵊州，对当地超市出售月饼的包装、生产日期、重量、检验合格标志等认真检查。